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九月五号，苏奎、ok、总统与夫人在雅加达会议中心迎接出席东盟峰会的各国领导人。苏奎、ok、总统和夫人伊丽安娜本周二早上在雅加达会议中心大厅的热带雨林区接待了出席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并合影留念。 花宁区确实很重要，因为其是嘉宾们在活动上的首次体验。该区以热带雨林和瀑布的形式展现了印尼的自然风光，反映了印尼和东盟如何如何根据东盟事务增长中心这一主题，继续致力于保护自然和平衡生态系统，共创美好未来。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 TV Extend sekarang.